其实我觉得我的进度严重落后很多哎、欸，应该说如果要跟其他实况组比的话啦，那、啊、没办法、啊呵呵，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各位早，各位早，各位早。好，我要一次念哦。猫烟林佑勋，然后 LIU Pengy Pan， 然后老严，然后林国进，哦，我吃饭了。然后黄伟生，然后 TCTC。Jackie 朗朗、然后江小甲 ，Roy Lai 应该这样念吧 ，Lai、然后还有什么苍天龙，各位安安，嗯，各位安安，才刚看完公道博的捕捉过程，你是说那只恐暴龙啊、哦？我一直以为公道博是暴鳞龙哎，要开始细说台湾夜市人生，要开始跟他们培养好培养关系了。那个晋级的巨人，刚才怎么那句话怎么讲？拿好技能，关系要有，你的关系打不好，抱歉了，没有技能可以给你用了。讲完话之后又换别地方哦，汉吉，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巨人被人家袭击杀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查到底是谁。崩溃的声响，跟我看起来好像那个哦，面瘫哦，那个表情都不会变的，就这样子。好恐怖啊！你眼里看到了什么？你觉得敌人是什么？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抱歉，问你这么奇怪的问题。他在试探我吗？老头是巨人。お前は呼ばれなかったんだな。你没被叫去？被谁叫去？你是指什么？訓練兵全員に。召集起来。巨人殺しの犯人が立体結局犯人は。お前はもう調査兵団を手伝ってるんだっけ？啊，这就是那种叫招嘛，对不对？啊，不是叫招啦，那个什么，部队里面枪遗失了，有没有？全部都叫回来了，叫回来检查一遍。那你。あんたさ、なんだそりゃ。なら、そうしなきゃいけない理由が理解できたら、死ななきゃいけない時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找到底是谁干的啦。兄ってさ、は？だって、僕らに調査兵団に入ってほしくないみたいだし。別に、私はただ自分が。老头，我爱你，我爱你。干，不要这么肉麻好吗？我都有点鸡皮疙瘩了。似乎还没有捉到杀害巨人的犯人托鲁，你怎么想？我怎么会知道嘞？汉吉分队长太可怜了，他好像相当消沉。不管怎么样，接下来的宪兵团的工作，我们没有要必要插手。闭嘴！我靠，又来了。所以说，你们刚刚有人说想要看完整版，完整版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要看完整版，是看我剪过的啊。我跟你讲啦，看这么长的影片，我觉得八九不离十的人，一个都在快转，好不好？都在那边滑鼠点，那快转。那我干嘛还留这些片段？不剪掉算了。汉吉好像相当消沉，你等一下可以去看看他的情况吗？然后呢，在这里啊，啊不就两个被打死了，再去抓两只巨人来不就好了？为了那些孩子带回来，我花了非常多的功夫，真是遗憾。哦、我的实验到底要讲几次啊？哦、啊，再去捕获巨人。楽しみだ。要实验爱莲巨人化了。さあ行くよ。好，可以开始了。跳神奇啊！
干嘛干嘛这样子？有点尴尬哦，现在这个气氛有点尴尬哦，跟我跳一下。闭嘴。分隊長、ウキウキしすぎです。墙外调查也快开始了。てめえのそれは半分趣味じゃねえの。いやいや、調査兵団。我真的认为这是身为调查兵团重大使命。不过我也不否认是我个人兴趣。これが人類の存亡をかけた一大実験だってことに変わりはない。有我们在你身边，加油，艾伦。そういうことだ。就是这么回事。みんな位置についてくれ。さ、开始，那怎么开始实验？啊，他会有巨型巨人化教学。すみません。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用爱莲了，对不对？会不会变这样子？いや、エレンは十分頑張って。没办法变巨人，一定有什么原因。エレン、君はトロストク奪還作戦で三度巨人化した。第一次在肚子里，第二次在这个驻扎兵团用炮口对着，都是意念生根蒂固，才会变身成巨人，是吧？中でも着目すべきは何だと思う？为了什么？原来如此，这三次有几个共通点，当中最该注意的是突鲁，你认为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都面临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吧？还是附近都有巨人？应该不会跟巨人有关系吧？可以玩兵长吗？我也想玩啊，而且不能选，讲的好像可以选一样。我都觉得雅尼镇吗？还不错。怎么觉得今天的老头好帅？因为我剪头发啦。怎样？之前都不帅是不是？干，剪完头发就变帅了。好，可以。原来我之前没剪头发的时候，长得那么像畜生。剪完头发之后，像人了，是这意思吗？是禽兽，开咖啡。好，可以。啊，我觉得应该是生命面临到危险的时候吧。そう、私は巨人化の能力はエレンが命。艾莲觉得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发动。はず、ただ、あくまでこれは仮説で。おい、ハンジ、どう？壁外にいる巨人を刺す。しかし、壁外での実験を。エルヴィンは、なら。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把巨人引到这边来，让艾莲去测试会不会变巨人。好，终于开始进行了。我们花了大概快半小时的时间。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你允许我去强化调查，对不对？好吧，我允许。好，获得许可啊？怎么还在村庄啊？说好的直接进入战斗画面呢？老是都有这些有的没的。新兵か。好，仕方ねえだ。跟我走吧。老婆，如果是你要什么角色？老婆在隔壁棚，你找错人了。韩吉老头喜欢吗？还好哎、欸，怎样？你喜欢了，拿去配啊！给你，我不在乎，好不好 ？I don't care。每减100分，减了999分，好，可以。看，现在开始渐渐的各种吹捧。ハンジさん、巨人の誘い出しに成功しました。成功引诱出巨人。他们正朝在这里过来。よくやった。さすがはリバヤ。耶，快点！我已经迫不及待开剁了。確かに巨人との戦いに慣れているけど、万が一ってこともある。我记得动画好像有这一幕吧，对不对？我印象中好像有，而且这一幕好像还是第一季的剧情。那、啊、我很担心艾莲。那就艾莲被吃掉，全中剧。进击的巨人没有第二季，也没有第三季了。この辺りの巨人は狩り尽くし。
巨人化できてないってのに。他把他全部杀掉了。おい、どういうことだエレン。自己咬的手上伤口也无法愈合。すみません。おかしいな。エレンが確実に命の危険を感じるように。感受到性命威胁不够大。艾莲自己心情上的问题，搞不好是心情上阿康许错了靠背啊。嗯，算了。そもそも。しかし。万一艾莲的能力经不起考验，没办法在墙外作战，就要变回一片空白了。其实咬错了，你知道吗？不够痛，该咬比较脆弱的地方了。比如说，男人都会有什么东西，你知道的、啊。咬错东西了啦，难怪不会变身啊！咬错，咬错了。我这样讲有没有对啊？应该没错吧？是谁？也是我。哇，悪いな，还这么的有亲近感，是不是？啊，这边他会变身一次，有没有？哇，巨无霸的手！なんで今頃？落ち着け。哦，大家蓄势待发。なぜ今許可もなくやった？大家都很警戒他。どういうつもりだ。ヘイちゃん、エレンから離れてください。落ち着けと言っている。離れるのはお前らの方だ。あれを見ろ。誰？わ？为什么？一个变身全部冲过来，怎么回事啊？まずはあいつらを何とかするのが先だ。我居然变成单身四十年的那个状态了、欸、啊不是啊，不是我啊，是艾莲瞬间变成单身三十年的四十年的状态了。哇，好酷哦！哎，好酷哦，有没有？原来还有模组可以看呢、啊。嘿嘿嘿，有没有？单身四十年的手臂，连骨头都长出来了，开始往脊椎发展，这么屌、啊！先来救人啊！中途半端に巨人化するなんて。兵長、これは。落ち着けエレン。俺たちが巨人を倒す間、お前は。把他砍死群中剧，太棒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剧情。あの巨人、まさか、あれが、マジかよ。古诺西，那就是不会吧？在攻啥？哦呦！叫真小啊！他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啊？让他这么的兴奋，这么带劲这样子。哦，看到艾莲的手背啊！太兴奋了，这样。我还想说他看到什么嘞？看到一大堆番薯田。好吵一个。一体どういうつもりだ。哎呦呀！行くわよ。ねえエレン、巨人化した部分、ちょっと匂いを嗅いでみてもいいかな。让我闻闻看，这汉吉真的是个痴汉呢。有迷恋到巨人到这个地步也不简单呢。分隊長。人类已经阻止不了分队长了。看到粗壮的手臂就兴奋了。原来这个女人都吃重险的。我懂了，我懂了。可以摸摸你的手吗？好烫，好烫。变态呀！哎，怎么没有成功？
哇，这只巨人好强壮哦！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壮的巨人哎！哎，卡住！老头会出的时候就会出了，什么东西？就是问方舟是不是？不用问了，越问就越不会出，你放心。而且今天已经出一步了嘞，你是欲求不满是不是？啊，你的欲望，你的这个欲望这么高吗？我已经今天也出一步了呢。你是多想一直看啊，讲得好像我很久没出方舟一样，你有什么问题？就好比说，干，我作业今天已经写完了，你还问我说作业哪时候做完？啊，欠不欠揍啊？对我欲望那么高，啊，没办法，没办法了。一天只能一次啊！真的太多次的话，我拒绝，我受不了。你太猛了，你太猛了，我没办法。哎呦，拔出来了！解除了巨人化，啊，他的手就这样子一个烟雾就消失了。对啊，今天的方舟是暴鳞龙啊！さっさと撤退するぞ。エレン、お前は俺についてこい。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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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前もエレンを護衛しろ。直接打头比较快啊！别留意让艾莲死我，他还死不了啊！エレンのやつどういうことだ？許可は降りていないはずだぞ。倒したわよ。十四只。哎呦。討伐開始。行くわよ。気分はどうだ？这个可以直接抓了吧？来抓一下，抓一下。よくありません。哈哈哈。捕获成功。あそこまで信頼されてなかったとは。当然だ。俺はそういう奴らだから選んだ。我好像把我把他砍死哎！あんなものを野放しにはしておけない。哎，考完错了。我保护爱莲，保护爱莲。地獄のような状況であいつらは何度も生き延び、戦果を残した。迅速な行動と。最悪を想定した非常な決断。单身太多年才会欲望高。不见得，不见得。有些人天生就是没有欲望的。あいつらがお前に刃を向けることに何も感じないわけじゃ。救援要請、助けに行かないと。余裕ね。エレンには俺たちへの敵意が、いや、人類への敵意があるのか。え、連下面那个顺便砍ね。哇、这道怎么学的？我什么时候会这一招了？我都不知道哎。艾莲应该不会有事吧？エレンの答えによっては、あいつを殺すこともやむを得ない。等我一下。拠点を立てましょう。被发现了！哎，他抓错只，我以为他抓我说。余裕余裕，呀，討伐開始！よし、哇！买哦，买哦！哇，有要求！我刀片也坏了。啊！救命啊，大哥！不要！
强奸啊，这个变态会死啊。被抓住三次。爱莲在哪里啊？他没有显示爱莲的位置啊。奇袭。这招封锁了好不好？不懂版规就去死吧。你以为聊天室是你家吗？哦，不要在老板上闹了。役に立ってくれればいいんだが。巨人又出现了。余裕ね。哪里那么多巨人啊？巨人たちに囲まれちゃってね。砍砍砍！面倒だな。全員で奴らを殲滅するぞ。エレン、お前は戦うな。下がっていい。奇袭攻击。去吧。俺にできること。要怎么样剪接？啊，就影片拿截下来剪接啊，要怎么剪接啊？边直播边录影啊，影片剪下来，影片拿下来剪接啊，就这么简单啊。我要看到我了，哦呦，太危险了吧？没有瓦斯了。打不完呢、欸，任务是什么啊？哎呀，把我黑掉了！我要被吃掉了！看到自己的伙伴被吃，无能为力，结果变身了，终于。一定要有人牺牲才会变身就对了啦。老头是用 iPhone 吗？哦，对啊，我是用 iPhone， 没有错，没错啦。变身了。要做我的男人吗？我不要揍你的男人。哇！哎，他打他根本没有伤害啊！这个巨人在干，爱莲在干嘛、啊？而且他害我都打不到，要把他打死。また巨人になりやがるとは。エレン、どうしてまた巨人化したの？好歹让我。好歹也让我就是瞄准一点嘛，那个太暴力了吧，这个，啊，砍一下脚就好了，送你送你，我、哦、有要求，暴力狂，感觉要在家暴、哦，超级像家暴的、欸，哈哈哈哈 ，Oh my god， 打，还有要求哦，我、哦、靠，太扯了。这个力气用超大，你看往生了，往生了，打那么大力，有余呢。有，跑去哪里了？啊，怎么走掉了？放给我打、啊！哦，超大型巨人！啊，不是超大型的、啊，那个强化版的巨人。エレン、私だよ。声は聞こえているかい？
ダメだ。意思の疎通は不可能らしい。ああ。まだまだ。ケトラさん、お願いします。砍砍砍！砍砍砍！砍砍砍！兵长。有。还不死啊？这么硬啊？艾伦，不要乱挥他，把他架住就好了。这样我打不到啊，完全打不到。不行，他的霸气还在，啊，霸气消失了。苗屁屁。艾莲现在是增加我瞄准的难度啊！哦，我的天啊，够了哦！快点，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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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欠钱不还就下场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哦，有巨人看到我了，哪里？哇！哪里来的程咬金啊？要求我直接上去敲了啦，不管了。艾莲，不要让我断神啊！终于，什么？这超级留言还是没做好？你是说 iOS 的超级留言还是没做好、啊？那可能就等更新吧。原来那边还会知道，我天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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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凶凶！啊，好痛啊！被夹爆了，大哥不要！我爬，我给你跪，我给你跪，不要打我了，这样子。我已经帮他想好剧情了。我给你跪，不要打我。哈哈。可以用兵长了。519197，我觉得艾莲是在增加我瞄准的难度啊，一直弄我啊。干，挥不到啊！艾莲，不要艾莲！哦，终于把他打死了。啊干，三小怎么一来子没有瓦斯罐了？好玩吗？还不错啊，还不错玩啊，可以可以可以。所以到底结束了没啊？艾琳去哪里了？没有力了，没有力了，上不去了。这边有一个。哦耶！他要打的应该是后面那个标记的吧？艾莲去错地方了啦。那就交给我了。您就是这一只，是不是？
完全被挡住。エルドさん、任せましたから。ユージさん。再最后一次，有打脚，差一点，差一点。这时候呢，就要叫兵长了，结束这回合。哇，一万七耶！兵长果然变态。真不愧是兵长，太变态了。欸、不能攻击了、欸、不要再看我家暴现场。はい、すみません。巨人、そうだ。下次再变巨人、你就死定了。とはいえ、自傷行為だけじゃ何度試しても実験との相違点を考えると、おのずと巨人化の条件が見える。艾莲身体的状况。我觉得跟身体状况有关系耶。目的最初は包帯を拾うという何気ない目的。不经意的变身。そう、それだよ。より明確な目的を持ったことで完全な具备明确的目的才有办法变成巨人。自我を維持。所以说，当自己不知道有什么目标的时候，就不会变成巨人。讲得更白话一点。当你的人生没有目标，就像肥仔啊，不要说肥仔啦，因为我自己也是肥仔，我们不要攻击自己人啊。快小声小，他们干嘛？想试试看自己会不会变，是不是？これは俺たちが判断を間違えた。哦，その支え補償就对了，对不起爱莲这样子。何話したかな？お前を抑えるのが俺たちの仕事だ。没想说他们要变身了。俺たちは。でも。啊、就像是咸鱼没有目标啊，依然是个卤蛇，就不会变成巨人了。所以说，你们想要变成巨人的话呢，你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目标，不要没有梦想，这样就可以变巨人了。他要表达大概就这个意思吧。